黑沃去，黑沃大概有11分钟，飞猛25分钟 ，Frost City， 这在中半岛，从中半岛往那边出发。现在是已经上到海湾这个大桥上了，大家速度都是非常快，我们也得保持安全距离，在这上面开车。桥是非常漂亮的，这灯都连成一条线了。这上面有这种铁塔，是过这个电的，上面有那个防那个灯，防高空的灯，红的一闪一闪的。今天去了旧金山，然后到了旧金山机场，所以是收获多多呀。
请这次收费站单向收费，过桥要收费，这个回来不收费。前方第8英里，保持右侧。